维里安及刘以豪十三日出席公益活动，前阵子到国外探访难民，不过刘以豪的英文好像不怎么好。他使出第101招，大家都能通的 body language。没，不是用上，是一直在用 body language。那很谢谢维里安，不是你英文也很好、英文小老师，就常常听不懂的时候就，对不起那个，那我翻译一下。以豪很敢讲，听不懂啊，你的小孩连我讲他都听不懂啊。很多时候对小孩，对，真的就是音乐唱 A B C D， 就是他们的歌。唱什么？女孩，唱女孩啊，唱还是会啊。我是不是有唱台语歌？我有点忘记。你有给我唱台语歌？哦，我对你唱台语歌。就算语言不通，靠两个人的一搭一唱，小孩还是被征服喽。说到小孩，刘以豪日前上韩国节目充当一日奶爸，一样把身材照顾得服服帖帖。对，很可爱。很可爱，那就真的很可爱。就是希望大家看完节目之后，也会想要捐款给饥饿三十。没错，饥饿三十，7月14日、7月15日，不管你在哪里，不管你在什么地区，我们都会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。这是不想模糊公益焦点的意思吗？